现在呢，我们的妙城广场进来有我们的米老鼠，可爱的台生米老鼠。来，我们这边呢，用我们的车子要进来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谢谢你们同学，感谢你。在那边发财，我们的中龙路这边已经在排队了，发财母亲，所以你要到那边去排队。好，来这边尽量望山后往后退，谢谢。是的，我们可以看到报恩公司在石门水库。我们前往石门水库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在丁字路口这边啊，是我们的财神爷啊，财神公。没有，待会要放鞭炮，要请注意哈，妈妈，请带着小朋友，我们待会要放鞭炮了，一定要放鞭炮，请注意。对，带比较小小的小朋友。这边要往后退哈，等一下鞭炮一定会往后弹哦。我们鞭炮哈，我们请到那个是我们在前方，在路口这边来哈。好，我们鞭炮手再麻烦一下，再往前方啊。麻烦这边我们都不行站，好不好？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一定要往后。师门报恩公，报恩公，也来到龙源宫，报恩公呢来恭祝龙源宫香火鼎盛。在此，龙源宫主任委员陈德雄率领全体委员也来恭祝师门报恩公香火鼎盛。谢谢我们报恩公呢，也在师门龙桃园师门这边龙潭师门，我们前往师门方向就可以看到啊，在第四路口有财神庙。